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ira Studio， 我是小白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宠物呢，是马铃薯。Hello， 马铃薯，跟大家说声 Hello 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铃薯。马铃薯它是最近领养的宠物，它是那个之前小孩，就是小孩还蛮小只，还小只的时候，它就被带过来这里，然后就由我们家人把它养大。那目前已经这么大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咬自己的手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咬指甲吗？还是你在整理？那目前它大概有四个月大，那这是它的其中第一集影片。马铃薯，你在干嘛？要不要看一下镜头？要不要看一下镜头？来跟大家 say hello。Hey， where are you going？ 啊，不要亲镜头。那马铃薯它还有什么？那马铃薯它蛮好动，就是它算虎斑猫嘛，那它擅长就是好动，非常好动。有时候暴冲的话会直接撞上玻璃，我有时候我也会吓到。啊，伸懒腰啊，那闻像猫咪戳戳，戳哇，戳，怎么可以咬我？怎么可以咬我呢？喜欢手手吗？捂住我的，吓到了，戳啊！其实它有时候会真的咬的话，也是都还好，不会真的咬啊，是个好玩。OK， 那我们下次就再继续介绍它了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